爆平川，好好好，直接两个头开局啊！啊，这强攻点燃天使，这个还好，不是很那个，我等着先回推吧。 血之滋味舔一下，兄弟们，血之滋味。这图标好帅，又好。我不知道怎么舔，哎，舔到了。这把是 EO 局，应该是。 血之滋波，哎呦，我操，差一点点！哎呦，火男，巨不带我，彩蛋局，对，这是彩蛋局。 有莫甘娜，有天使，好像都会。自己喽。有个薛双抗，一上一下怎么样？好弄他。Enemy killing spree。 你们在干嘛？畏惧我！我不拿回来。 这个天使应该是系统让他来躺，无可匹敌的力量，灭哈哈哈！ 怎么说？回推线。OK， 谢谢。让火焰奔腾吧！让火焰奔腾吧！ 破了我的盾，挡了多少？挡了64。我操，直接吸掉一整个。我们直接裸星虫吧，感觉打天使需要裸星虫。不过裸竞技时机，我觉得也不是不行。 光的怒火，走吧。
结束了，上路的队形差不多是结束，但是也还好。那我队友结束了呀，他六了，终于六了。终于六了。 如果我们彩蛋把天使宰了两次的话，我们就可以，是怎么讲？这个决斗是三局两胜，就是两边各杀对面两次，你就可以得到一个大招效果。剑魔是体型变大，然后大灭多3秒钟，还挺不错。对，就是本来你10秒，但你击杀之后多3秒就死3秒，还挺变态的。 我应该 Q 2直接 Q 3，哎，571，这也能打571。完了呀，650还挺多。上一个影响游戏平衡的菜单，上一个还是十级走堂，十级走堂怎么影响？他没点了。 我应该 Q 2加 Q 3，没卡好，这不是两局，是。嗯、干嘛？那我先吃啊。好啊，我可以先拿到去先吃。我可以在你旁边吃吗？可以。我建议是放到碗里会比较好，就是厨房拿这种，这样拿那个，你要吃得到味道就好。快餐盒它可能塑料感会比较重。 闪现是什么时候用？忘了。W 九。
强攻点燃天使，他怎么一级不上来压我？哎，欺负气，就欺负气。那要给你拿个碗吗？好啊，白色的那个大的。这哪个是在干嘛？ 他有点的，我知道，不上当。围炉是身体里有三个人，这么变态。我也有，那个唢呐里面也没有。他应该是在那个，就是炉子上面那个。哦，他卡的那个 HP。 忍者不能同时作战，到现在好像也有，就是如果你们这边有两个忍者英雄，会减 等的就是你了。大鱼吃大小鱼大招吃约德，不留尸体。我操，兄弟们这么懂的联盟的这些故事。突然一点没有变了，你看到没？没有没有，这个是真的。就是约德，就是那个愚人的大招，目前为止没有变。他其实彩蛋蛮多的，像是这个螳螂杀彼此为进化这个。 完美形态的卡兹克还是很变态的，不要杀机器人。这没意思。 小丑是恶魔吧？小丑不是那个人。小丑是恶魔，我不知道。小丑就是小丑。两边都要十一级，对，他要十一级才能触发。这天使他得到十一级，我才能有。他没到十一级。棒。一般六分。
我操，这都行！好烦啊！这个行克，哎呦，又死一次！暴击！哎呦，还暴击！感觉要输啊，这样子玩，我操！ 天使是一只，可选的。哎呦，感觉我有点打不过他，他如果有大的话，我杀不死他，会反杀我。 确实，这天使的攻击平A伤害很高，我不好杀他。苍老出来之后攻击距离也不。嗯哼。他应该还在那个草里，一箭打三箭，不是三箭，两箭半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配合队友杀我，伤害是高。 放个水晶石，还想再杀他一次，任务完成，我们就有13秒的大灭。天使还挺心机的，我靠，想配合天配合皎月来杀我。嗯哼，没事，马上他就没机会，我的光辉干嘛掉线呢？ 莫甘娜是建模的表姑姑，真的假的？就开始编了是吧？你们就是编碾死啊！表姑都来了，那过年要回家看一下吗？表姑都来了，我操！哟，没过上。
你砰一下就死了，我还想过来拿你的 buff 的。 两个人都在互相试探，你打得过吗？你打过？快跑！他那个射成什么加长了？死不太惨。金克斯有加强过吗？好像输了，真的。妈，15个头，14件套的金克斯。 在偷发育，我操！给他偷起来，13。我感觉已经输了，他没有，这后期大核太多了，又是维克托，又是金克斯，又是天使，全是后期大核，他这还连吃2个塔，赏金塔。 他们怎么老是去给他送？他移速太快了。天使有大，好像没了。他打完塔也是启动。
他妈杀人好简单的，就 A 两下死了。剑客是猛，队友养起来了，没啥办法。摸不到。对啊，我 Q 一下他那A，我试一下三到四下。我除非刚 Q 加亵渎 A 一下，可以三到伤害把他A死，基本上不可能。而且他有套子。 我还差这边很多伤，把这个人治一下。今天晚上好，晚上。我们这边手太短，没有泰坦这种英雄，泰坦这种英雄就很克他。 带，没事，上下一起带，他们肯定会回来的。 好险呐！我操，主播都不说话了。哎，还行还行，拿下，兄弟们大点关注。我操，还嘲讽 FW 啊！